大家好，我哋系 B Square。接下落嚟咧，我哋会就一隻街坊随机抽取几位路人，问佢哋对于香港文化有几多嘅认识嘅。先生女士，请问可唔可以帮我哋做个访问咧？哦，可以啊，可以啊。好啊，咁叫鱼蛋啦。因为而家喺好多小食店，喺香港啲小食店，你都会见到鱼蛋嘅踪影。中西文化汇聚咯，中西文化汇聚啦。因为喺香港咧，你会见到唔同地方人嘅。山咯，因为狮子山都可以话系代表我哋香港人嘅精神。梗系当然会支持啦，因为其实而家疫情呢几年咧，啲小朋友啊，甚至乎而家啲学生都好少出去嘅，都未必接触到香港一啲嘅小食啊，或者系景点咁样。咁所以如果有呢啲产品，我都会支持。相信大家在刚刚访问片段当中都见到北角的街坊都很希望有件可以代表香港文化的产品，而我们公司正正就推出了一款服饰，是以香港的街道和本土的美食作为灵感的设计的。如果大家听到这里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在3月11号或者3月12号到 K11 购物艺术馆的展销会支持我们。